男嘉宾小刘22岁，来自山东自由职业；女嘉宾小霞23岁，同样来自山东，美容师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谈了几年恋爱？3年了吧。怎么认识的呀？当时我是在老家一家台球俱乐部做教练，然后吧，那会儿他去那边打球，一来二去聊着聊着也有了感情，然后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块儿。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谁能告诉我？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但是他一点都不理解我，而且经常吵我，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都怪我。你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？是因为他是打台球的嘛，上次我就跟他去球房去打球，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杆挺好的，我就特别感兴趣，然后我说，哎，我试你的杆吧，然后他又给我拿过来，我就试了，不小心就给他磕了一下。球厅里那么多的人，他又守着那么多人，就开始冲我发脾气。当时也不是说像他说的那样磕了一下，他说的挺轻松的，当时给我磕了特别大的一个坑，完全就影响到我那根球杆的使用了。当时我那根杆我刚到手也就2天的时间吧，我特别爱惜，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拿球杆比自己的女朋友还爱惜，没有人敢用我的杆，他给我磕成那样，我生气啊。当时他还一点认错的态度都没有。但是你都说了好几个星期了呀，你总拿这件事来说我。哎，你现在打球的时候去球房还拿他的球杆吗？不，我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拿过他所有东西，因为他视不玩如命。其实像打球的人球杆可能特别喜爱钓鱼的人，如果是职业钓手的话，渔具，这个我倒觉得你可以原谅他。对，我这不是他故意的。对，那其他的东西他要弄，你不会那样吧？如果说除了台球之外的话，可能那个东西如果对我没那么重要，我也不会去生那么大的气。除了对球杆之外，他还会把什么样的责任往你身上推呢？就比如说上次他需要去打一个特别重要的比赛啊，他就是比赛前需要就是精心准备，然后就抓紧练球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嘛，我说你带我出去玩一天嘛，然后他就真的就是我，因为我当时我也冲他撒娇了嘛，当时他心一软，然后他说行。那天真的我俩就出去看电影吃饭什么的，玩的都挺高兴的，他还挺开心的。但是他比赛的时候第一轮就输了，上来就怪我，就说我还本来想去安慰安慰他，结果就上来就冲我骂了一顿。我真的，我为什么呀？太委屈了。因为确实我每次有重要的比赛之前吧，我会好好的去安排一下时间去练几天球，手机我都会调到静音放到旁边，但是他老是给我打电话，我拿起手机一看全是未接，我就想着给他回个电话吧，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儿，结果他就在那头就跟我撒娇，老说我不陪他，我实在受不了他的软磨硬泡，然后我就跟他去玩了一天，结果到比赛那天我真的我手感全无，一点状态都没有，第一轮就下来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职业球手啊都不能谈恋爱是吧？也不是，就是他们一旦有感情他们就出不了成绩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因为我吧可能说现在也还没有达到那个太顶尖的水平，我需要说在比赛之前一直练球来保持我的手感，这样我能发挥得更好。那你跟他说呀，你说我得比赛呀。因为上次他没告诉我呀。除此之外这人怎么样？当时我还只以为他在台球方面跟我就是这么较劲儿，然后特别敏感，然后我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动他的关于台球方面的事，然后比赛输赢我不敢问了，怕他又赖着我。啊，然后结果呢就那之后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了异地恋，然后他就从老家去了天津。你现在在天津生活啊？没有，我是在去年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因为我在老家确实感觉这个台球氛围确实很差，老家那边我也想这个提高一下自己的台球水平，然后我就决定到外面闯一下，然后我就到了天津。他不是到了天津吗？因为他是想来这儿练球，我说你到外面好好练球就行了，因为他妈也是一个人嘛，然后我说你妈的事就由我来照顾你妈吧哈。然后后来他就从天津然后又到了衡水，我知道他一个人在外面确实也挺辛苦的，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，哎，要不你来衡水陪我一段时间吧。当时我工作确实是挺好的，我就不顾我爸妈的反对，我就把那个工作给辞掉了，我就把家里一切都放下，之后我就一个人就到了衡水去陪他。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挺好的，结果没过了2个星期吧，他就打完球回去就耷拉这个脸给我看，我就特别不明白，我就问他怎么了。我以为你是觉得委屈了，我是来帮你的，你给我耷拉脸为什么？因为当时他老拿辞职那个事儿来跟我说，就好像他当时为我做了多大牺牲一样。
但是他那个工作其实自己早也就挺厌倦了，感觉也看不到什么希望。他那会儿辞职之前做什么？也算是个铁饭碗吧。啊、但是他自己也是经常跟我抱怨，说那个工作挺无聊，并且在那里面老受气。其实辞职这事儿不能怪我，如果说他这么讲的话，我感觉我也挺委屈的。哎，那你心里怎么看这件事儿呢？你是感激他呢，还是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？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吧。他既然说当时是选择辞掉工作去陪我，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我没法去特别的干涉他。他那段时间在衡水吧，还特别的对我还疑神疑鬼的。比如说有一次晚上我回到家之后，有个顾客问我台球杆的问题，因为我那会儿我也顺带着做一些器材的销售嘛，然后我就想跟这个顾客聊一下。我在跟顾客聊着呢，他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然后要抢我的手机。但是我的脾气，说实话，我挺了解我自己，我脾气也挺急啊，我就不能给他看。你越是怀疑我，我越不给你看，我就把手机屏幕关了。两个人就这样硬生生的僵持了一宿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看你手机吗？就在前两天啊，也是大半夜的，我出来上厕所，我看他在沙发上拿着手机，然后在聊天，然后他就一直在笑，然后我就过去了，瞥了一眼，他跟一个女孩就在聊天，聊得挺暧昧的。然后我问他，把他问急了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我不爱你了，我已经爱上这个女孩了。”就是那天晚上还特意拿出他给那个女孩写的那首诗，还给我看。当时我就想，我来衡水是为了什么呀？是吧？我不就是为了想来帮他吗？等于你是一心一意要去帮他。对。然后他说他比赛压力大。对。但是你发现他喜欢让其他的女生，或者他自述，这个到底是气话还是真的呢？我先讲讲这个女孩吧，主持人，确实是有这么一件事儿。我跟那个女孩其实认识挺早，在她之前，并且我当时追过她，也是打台球的一女孩。后来吧，她出现在我生命当中，然后我就选择跟他在一块儿了，跟这个女孩也没有联系。直到去年出去比赛，我们见面了，这个女孩可能又反过来对我有点感觉了。那你喜不喜欢那女孩啊？我感觉我可以喜欢她，我也可以喜欢她，但是我最后选择的是跟谁在一起，我选择其中一个，我是这样认为。啊，你当时的选择是谁啊？当时因为也是天天跟她吵架，当时就有点犯浑，然后我们两个在衡水分手了吧。那后来怎么又复合了呢？因为当时我想跟那个女孩在一块儿，我就专程我跑上海去找了她一趟，因为我们已经分了，然后去找她，我想看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合适。去了之后没待多长时间我就回来了，她在那边，我晚上到的，她一直在打球，打到天亮，也一直没顾得上一块吃个饭聊聊天这样，然后也就回来了。我没有回衡水，当时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了，我还是可能这个选择我做错了这一次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去了北京，待到快过年的时间，我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，然后家人告诉我说我父亲去世了。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，订了最早的票回老家，但是时间最快的票是到济南那边，离我家还有点远，我需要找个人去接我，因为我着急回去嘛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当时我莫名其妙就拨通了他的电话，等到我出站的时候，他跟他弟弟已经在门口等我了，然后家里的那些事儿，我父亲的后事儿，几天的时间都是他一直在跟我忙前忙后在处理。你那个时候就等于原谅他了是吗？其实吧，就是在衡水那段时间他是一个月不在的，他是在外地打了一个月的比赛，然后我就在衡水一直等到他回来，他就跟我说分手，然后我就二话没说，我说行。那天晚上我就自己买了火车票，他还算有良心的，就把我送到火车站，我自己一个人哭着我就回去了。但是我真的是，我还是挺爱他的，因为爱他才去的衡水嘛。然后我跟他妈妈感情也挺好的，我就还是去照顾他妈妈，不管是他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，我都想替他去分担家里的事，就不想让他再去管。等于实际上你们俩的这段情感走到今天也算经历过了一些波折，对吧？那怎么今天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呢？因为回来之后嘛，他刚开始对我就是超级的好，就是跟换了个人一样，然后后来我就感觉他脾气就又越来越大了，又恢复他原样了。为啥？因为我感觉我在老家这边啊，确实是每天压力真的很大，一是没有人跟我打球，二是我回来之后也赚不到什么钱，加上我还要外出打比赛，真的压力挺大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在
讲什么，有时候控制不住是吧？对啊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段感情当中你一直付出好多，但是得不到任何的回应？对，他根本就不理解我，我为他做的这一切。我感觉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他也不会去跟我分担，并且有困难了他完全帮不上我。就拿个事儿来说吧，上次我要买车，我把那个首付的钱都凑齐了，临时的我准备去提车了，有一把杆特别好，然后限量版的，我要收过来，以后肯定还有价值嘛。我把杆买完之后，我那个钱差了一点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想先借他一下，等车买回来之后我还分期顺便把他的钱给还了。嗯，是借不是跟他要，但是他就是死活不借给我。因为我挣的钱啊大部分都是在我妈那儿，我就一个月就有几百块钱的花销，很难跟我妈开口要这个钱。然后再说了，他自己是没把钱给分配好，才去买杆了，就差我2000块钱就把这事赖在我身上。回到家啊，他就拿这件事冲我发火。这次你来是希望挽留他对吧？这次我来吧，我也是感觉平时有些事儿他总是不知道自己做错了。他既然说想要上台，他想发泄一下他心中不满，我也想让大家看看有些事是不是他做的不对。你还觉得他不对对吧？也就是说你今天来并不是想挽留他，而是在他跟你提出分手之后你还想跟他掰扯掰扯是谁对谁错，是这意思吗？我感觉我没做错什么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到底是要选择一个你爱的人在一起，还是要选择一个爱你的人在一起？这个问题在你身上出现了，你其实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，你这个疙瘩就是我放弃了一个我曾经喜欢过的人，你虽然也是我喜欢的人，但是相比较你更喜欢那个女孩，但是你却选择了跟她在一起，所以你心里这个疙瘩就是什么呢？我放弃了一个我那么喜欢的女孩，我选择跟你在一起，然后你什么事都不理解我，什么事都不帮我，可是你的眼睛里面看到的是你觉得他没有帮你做的那些事，但实际上他帮你做了的那么多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视而不见呢？因为不够爱，你只为你自己而活。在你遇到人生最重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刻，是谁出现在你的身边？其实你不是不知道，不是不感谢，只是当这种感谢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过去之后，你又回到了曾经那种状态，那只有一个理由解释，就是你不够爱他。对于姑娘，我想说的是，在一段感情当中，如果你付出了很多，却依然看不到这个男生的理解，然后他还在抱怨你不理解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就应该考虑停下来，好好审视一下这段感情，你在这段感情当中的位置。这样的话，对于你来说不至于损失太严重。如果要是继续走下去的话，可能意味着以后所有的时间里面都是你在付出，所以接下来我不知道你怎么选，但是我觉得你的付出他能看得到，只不过可能在他心中没有那么重要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沙老师。我特别同意沙娜说的，你不够爱他，你从上来到现在一直抱着手臂，你在抵御我们，你也在抵御他给你的那份爱情。你知道他是爱你的对吗？你也知道你不够爱他对吗？其实你今天来，我很清楚你的目的，你不想世人诟病你在这场爱情当中付出的太少，实际上你心中也有自责，你没有办法给他全部的爱，也许是你心里爱着别的人，也许是这个女孩不够让你那么用力的去爱。总之你们的爱是不对等，其实爱情当中是没有对错的，只有我们不要让自己受伤害，也不要让对方受伤害，尊重自己也尊重对方，可能这一点你做得不够好。当一个人有挚爱的职业，又有爱的女人或者是男人的时候，成熟的男人绝对不会说我的球杆比女朋友重要。也许在你心中这个阶段，我事业是放在第一位的，我的拼搏努力是我此刻最大的价值体现，
但是女朋友的爱我们也是在生命中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只有分阶段的重要事件，而不能去类比职业和爱情谁更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够成熟，不要抵抗全世界，打开你的心，去爱你的职业，也去爱人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我也算是半个台球爱好者，我也认识过很多职业赛的一些选手，很多人比他投入付出要刻苦的许多。一个词现在经常的被提起，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但是除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外，还有一种一般的人大概是脸皮没有这么厚的。当初我抛弃了你，我说走就走，我回来我怎么好意思再找你呢？我愧疚啊，我应该自己打自己的脸，我辜负了一个好姑娘啊。但她不一样，她说回来马上就回来。所以说你这样的人是不能成功的，因为你还太冷漠。一个又自私又冷漠的人，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爱人保有一份热情和一种热诚呢？不可能嘛，这怎么可能成功呢？他成功了，那真的是这个世界真是奇了怪了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你是个没有爱的人，但是更让人生气的不是你的自私自利，而是你自私自利你完全不知道。就像最后你所说的，我认为我没有什么错。你没有错吗？
所以我觉得，既然你曾经这样热烈的去爱过，也不算是一种失败，至少你付出过。但是你要切记，善良一定要付出给懂你的人，好吗？就这样。男生啊，成不成功不重要，谈不谈恋爱也不重要，你得学会有人味儿。说给女生听，有一点咱们记住就行了，我得对我好啊。我一看我付出的是块石头，我别再付出了，记住了吗？人可以有性格的缺陷，但是不能有缺失。你把那个丢的东西找回来，兄弟。你今天最后的时候跟女孩说声对不起吧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其实吧，我还是挺爱他的，要不的话我干嘛为他付出那么多呢？是，你说他今天来到台上，就是我这么难过，他有一点哄我的意思都没有。你如果真的失去了我，你不感觉你会可惜吗？难道就不会感到心疼吗？我感觉我们俩真的是没有未来。有些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多去了解一下我，了解我做的事情，然后或多或少的能够简单的帮我一点小忙，因为我确实每天承受的压力其实挺大的，你也知道。嗯，多点理解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开门。来吧。我感觉这么多年，起码两个人现在，就算像老师们说的没有那么爱，但是已经是有那种感情，一种像亲人一样的那种感情了，已经是分不开了两个人。有时候我嘴是硬，但是我心里还是爱他的。今天也没有机会跟他说这一句对不起，希望过后你能看到的话能原谅我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回去吧。啊，来这边走。啊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